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专修念佛法语，助业是指帮助进入正定业。如果没有其余四种，我辈凡夫很难直接进入正定业。因此，为了进入正定业而有四种助业，念佛是正定业，诵经、忏悔等是助业。修学净土法门者，内心应该是安乐的。我们往生的世界是安乐世界，极乐世界。我们在通往极乐世界的路上也应该是快乐的。如果我们心中却有着种种的疑惑、恐惧和不安，那代表对净土法门尚不了解。有人讲，忤逆十恶重罪，临终一生十生念佛都能往生。那我不用念了，我喝酒、吃肉、造罪、打麻将，没事，到临死再念一句十句。如果临死果然能念一句十句，那肯定也往生，只怕到时候很难有因缘能念佛。如果平时都不想念佛，到临死时还能念得出来吗？这说明众生并没有往生极乐的决心，往生心切之人绝对念念不离弥陀。Thank you.
就好比病人遇到名医所开的特效药，绝对会认为这么好的药我马上吃，不会说我到临死再吃，这就是信心的问题。有人问，若一生念佛，临命终时念不出佛，能不能往生呢？佛说决定往生，比如一棵往着西边倾斜而长大的树，最终若因天灾人祸而倒塌，也将往西边倒塌。同理，念佛之人临命终时遇到灾难而亡，就好像这树被暴风或其他原因连根截断一样，那么这棵树必然要往西倒。经中讲，自然之所牵就是此意，因阿弥陀佛愿力所牵引而往西。有人讲，念十句就能往生，何必多念？这个想法是错的。经中举十声，是因为他能念佛号的时间很短，短到只有念十声的时间，意欲这么短的时间念十声，一生都能往生。那我们平时如果多念的话，就更能往生，这叫举少胜多。所以善导大师解释说，上进一行，下至十生一生。Thank you.
善导大师说，临终遇法也是福报，平时没有亲近佛法的因缘，直到临死有福报遇到，一样能往生。十句或一句，乃至一句也念不出来，心中有一个念头，一念也往生。阿弥陀佛因地为法藏比丘之时，超发48大愿，其中第18大愿乃是念佛往生愿。愿文是：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自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净土法门讲的就是专和精，常能念佛，一切诸障自然消除，定得往生。但是我们因为还有罪业，若靠自己修行就有障碍，所以不能解脱。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的愿力，我们的罪业不构成障碍，所以说一切诸障自然消除。观经说，念念之中能除81劫生死重罪。佛法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众生了脱生死，修学净土法门就是要仰仗弥陀愿力。不论善人恶人，罪重罪轻，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愿力，皆得往生极乐世界。Thank you.
切造罪凡夫，若念弥陀名号，决定往生，一切行善之人也定得往生，万不漏一。所以，整个净土门的核心就在于弥陀誓愿。经典的实义是要我们依教修行，只有了解这部经的宗旨、方法，依教奉行，才能得到这部经的利益。知道净土法门的依据和基础后，自然安心念佛。所以古人云，经典就好像药方，六字名号就好像是药丸。药方是告诉你药的成分、功能和服用方法。可是如果你只拿到这个药方，研究的滚瓜烂熟，你不吃药丸，病能不能好呢？如果我们不懂药方，医生把药开好了，我们吃下去，能不能治病？也一定能治。所以大家即使不了解三部经，不能识得一个大字。如果你能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能老实念，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说正行杂行，并不是说不行善积德。而是如果认为光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够往生，还要加别的修行才能往生，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，这是不了解佛的誓愿，不可思议。
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所以往生决定，是因为与彼佛愿得相应故。护持印经协会就是帮助弘扬佛法，佛法能否久留于世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，因此倡印经书、铸印经书、流通经书，对续佛慧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。护持印经协会即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，欢迎诸位大德踊跃加入会员，随喜功德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。中华印经协会话拨账号19658482。阿弥陀佛超见祈福暨随许法破我法传修法会，恭请尊贵直供彻赞法王主法。日期106年10月7日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，地点台中市政府广场台湾大道旁，地址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3段99号，主办单位台中市世界显密文化展望协会。如需团体报名，请洽0966-366-668刘师兄，将竭诚为您预约安排座位。各项讯息将随时公告于粉丝专页。生命电视基隆法王寺举办重阳慈悲祈福法会，恭送普门品、点千灯、供千水、药供、护生暨小蒙生施食法会，恭请站立法师主法。日期10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，下午1点半观音六字大明咒修持仪轨暨小蒙生，地点永和电仔街福德宫，地址新北市永和区秀朗路1段12号，联络电话02-2423-9448-2925-6668。年老的身体里却住着长不大的孩子，当我老了病了走了，那我的身障孩子该怎么办？这是中高龄身心障碍者与父母心中共同的哀愁与无奈。由于大多数的收容单位都设有年龄上限，当喜憨儿逐渐年老而变成老憨儿时，父母无力照顾，却没有适当的机构安置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为了防范身障家庭发生人伦悲剧，位于屏东的嘉南身心障碍养护院就收容了一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，全属于重度或极重度身心障碍，而且轻寒无依的人，给予适当的照顾，成为身障者安全的避风港。海涛法师慈悲置业长期以来致力于关怀弱势团体，近期特别来到嘉南身心障碍养护院访视，祈愿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。走进养护院，四周绿意盎然，鸟语花香，院内环境清幽雅致，医护人员除了细心照料院民们的饮食起居，把每位身障者当作自己的家人一般，并就不同程度的身障者给予适当的照顾，像是能走动的则为他们。那他从开始进来嘉南的时候是不能言语，也没有办法吃东西，等于插三管，就等于说他只有三分意识，那一直照顾到他现在
什么都很懂，而且这里的人对他都很好，很照顾，我很感谢，我真的很感谢，而且大家都很有爱心，我一直每天我都来陪他，因为我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，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，也没有办法去照顾他。如果社会上有很多这种机构的话，哈，应该有一些智能不足的啦，或是家境环境比较差的啦，会得到很多的补助跟安慰。另外，对于久卧在床、行动不便的院民，每日皆有专人悉心照料，帮他们定期剪指甲或是喂食等。而为了防止身障者肌肉萎缩，治疗师也会带着他们活动关节，以及做一些刺激感官的训练，维持对外在知觉的反应。为了收容更多的老憨儿，嘉南养护院十年前就发起新建计划，可是限于经费不足而一再延宕。但为了及时提供床位给更多需要的家庭，院方今年决定开始动工。嘉南身心障碍养护院是以爱以启发点，尊重生命，让身心障碍者活得有尊严。我们目前收容54位那个服务对象，全部都是重度或极重度，然后平均年龄50岁，有51位是来自政府公费安置的弱势对象或无依无亲。嘉南憨儿之家建院活动，现在目前只缺1850万。那新院预计收容72位那个身心障碍者。衷心期盼更多的善心人士加入爱心护持的行列，让清寒无依的身障者皆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，感受到社会的温馨，而活得更有尊严。生命电视台屏东采访报道。体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灵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《蔡经谈》113集。蔡经谈的文来讲，行魔者先行其心，心服则群魔自退。
意思就是讲，咱若要降服这个邪魔呢，应该先降服家己的自己的即个妄想心、烦恼心。咱自心若降服啊，所谓降服就是教乖啊，教乖乖。像遐啊野马啊，训练到叫伊立正的立正，叫伊坐下来就坐下来。啊，这个降服，咱自心来降服啊呢，遐邪魔障碍呢，就自然会消退去。凡是会障碍修行圣道的，障碍咱修行道心的呢，在佛经拢称为做魔。咱所谓魔障，拢皆是障，就是讲个障碍。诶，障碍就是魔。在佛经咧讲的魔有四款啦，第一天魔，第二烦恼魔，第三五蕴魔，第四死魔。这四款拢会障碍咱修道。第一天魔，这是真正外口的魔，就是讲色界天顶咧，迄、那个魔是娑罗天吼。这十九境天呐、啊，那个天魔呢，伊管这个色界、欲界。那看一个众生想要跳出三界吼，感觉讲唔是要跳出你的魔掌，啊，就甲你障碍。像释迦佛菩提树下底修行吼，啊，伊就派迄个魔力甲引诱。释迦佛心肝袂晓摇动，王卵个无办法，就派魔君下箭啦，举刀啊，箭射来，互法身拢现一蕊莲花甲动咧。王卵用个拢袂当摇动释迦佛体心，最后呢，释迦佛才成道。迄就是咧讲修行，拢有一挂魔障。你会当降服魔障，才有办法成佛。第二烦恼魔，就是咱自心内底遐贪嗔痴各款烦恼，伫遐作怪，会障碍你的道心，障碍你修道，啊，做烦恼魔。第三五蕴魔，五蕴就是咱这身心吼，色受想行识，色就是即个看会到的即个。身体、色体，受就是精神上的苦乐感受；想就是心内的妄想、黑白想，想过去、想未来；行就是心内的意志，会指示你的嘴啦、身体去做好做歹。最后，即色就是迄个认识，会知影这白、黑的、这人、迄狗啊，这五款合起来，就是一个人。精神和身体合起来一个人，俺满身拢是在过去世所做的罪业所成，所以业障深啦。见人要修道啊，就好，你破病啊，人艰苦啊，迄就是拢一款魔障。第四死魔，就是有生必有死呢。明明要用功，可是还未修成佛，活死期到呢。使你袂当阁受到啊，这原是一款魔。所以四款魔真正外口的魔，敢若天魔，其他拢是咱自身的魔。所以讲降服魔吼，除了紧爱由家己心内，即个烦恼魔啦、心内魔、业障魔吼，啊先降服，会当降服咱自身的即个妄想烦恼。遐个魔就自然会退避三舍，咱所谓讲见怪不怪啊，奇怪自怪。遐个魔咧作怪吼，拢后袂摇动，伊咧怪就家己消退去。修行上要紧就是爱降服自心啦，降服自己的心魔，
才会当断烦恼，啊，才会当开智慧，最后才会当成佛。为教经就安尼讲，心之可畏啊，心以毒蛇、恶兽、万叉、大火、业挖、未教如啊。讲咱这烦恼心，这烦恼心哦，恶毒心啊，真可怕，比迄个毒蛇搁较厉害，毒蛇会咬死人。咱的心起一念恶念去做罪业，你就害。好害死，去关去对地狱。咱的恶烦恼心，就像迄个恶兽，恶兽就是火龙霸比，会咬死人，会害你。咱的烦恼心，就像迄个万叉，就是土匪啦、冤家啦，拢想机会要陷害你。你若顺利吼，你无甲幸福，伊就害你，到互你食苦食袂了。咱的烦恼心就像迄个火烧厝的大火啦，火灾。话一就是火烧甲拢泡袂化，一间烧过一间，未足住啊。拄仔咧讲遐大火啦、毒蛇、野兽，啊，袂当比住迄个心的可怕啊。回到经个人讲。将此心者，双人善事啊，坐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你若放纵你这个烦恼心、恶毒心呢，你一挂功德好代志，拢失了了去啊。你若当个控制，够乖乖，坐之一处就是幸福，修禅定，够一心不乱，叫你乖乖，忙后袂乱动，无事不办。每一项代志办袂成功，八大人格经就安尼讲：心是恶缘，行为罪数，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。咱的烦恼心，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因为起一念，你为甚物会去做罪恶？就因为起一念贪心啦、歹性地啦，啊，所以就去杀人放火造业，所以就是恶的起源。行就是个身体，形体就是罪数，就是罪业积做伙，罪数就是积做伙。咱这个身体就是过去世所做的罪业合成的，就到满身罪业啊，才会受遐侪苦。你若当安尼观察了解啊，就会当脱离生死，慢慢就知影应该安怎跳出苦海。古语言讲：“守口如瓶，防意如城。”讲咱平时吼，这个嘴唔通做口业，爱守咧，唔通想要讲啥话，后壁讲妄言其语、恶口两舌，安尼做口业，你也做食重。所以爱像花干吼，目肚大大，迄个花干嘴缩小小啊，咱个嘴嘛爱缩啊小小，应该讲得讲，无应该讲唔通后壁讲。防意如城，咱个心意吼。即个恶毒心、烦恼心，拢爱向外口做恶业，所以甲像桥下边过迄个城门爱过掉，唔通我出咧做一寡罪业，互你食苦食袂了。因若经就安尼讲，将心之好，终若是宿命啊！你若放纵你个烦恼心、恶毒心吼，听迄个心指挥，后袂去做罪业吼。你的惹车吃一灾祸，你的防去关共赔钱，将来还佫对地角，迄、那个罪、迄、那个灾祸吼，比迄个苏米山佫较重啊。文殊所闻经就安讲：心性本净啊，诸垢为故，以智慧水洗涤心垢。咱本来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含，咱的真心是性，含佛相共是真。清净心，所谓如来藏佛性。可是呢，无始以来，和遐烦恼、遐烦恼啦，砍掉了无明烦恼，诸垢为故。这烦恼个性呢，变迄个心吼，咱心本来像明镜，啊吼，这烦恼砍掉，像也涂沙粉，搁个垃圾。爱用来学佛念佛，用遐智慧的水吼，
慢慢洗了迄个心内遐梦想烦恼，安心内恢复清净。佛句经就安讲：恶有心生啊，烦怀自心，如地生果，反噬其形。咱若去做恶作动吼，拢因为去一念烦恼心、恶毒心所生起来。啊，你心家己去恶念去做恶业吼，到尾啊烦，还是害着家己自心啦。因讲你去害人放火啊，怎互人掠去爱关爱清杀，毋是害着你自心。所以即款着改成啥？改成迄天啊生仙啦，生果。反噬其形，迄铁仙吼，家己生啊，家己一个铁啊，直直到仙，到甲拢烂了了，凹了了。三回经安讲，人不能服诸意，反欲服他意啊，能服诸意者，他人亦可服。有个人吼，家己自心烦恼心都袂当降服，啊，佫想要去教化众生，要教别人讲，你着安怎降服，安怎修心养性。安闹好，所以爱由家己以身作则，会当降服家己的心意，修心养性，断烦恼。安尼，别人的心意，你才有办法去降服。大法句经就安讲：人修百岁啊，绝意身心啊，不如一日靠边稳地。讲一个人，就是真做食食长岁修，食到几百岁呢，但是放伊的烦恼心、恶毒心随便乌白做，全记就是加含慢调伏家己的心，袂当降服家己的身心，袂当修心养性啊。啊，不如吼，伊食几百岁，啊，不如待伫世间间待一日吼，脚边稳定，会当修心养性，会当控制家己的心。稳定就是讲运作达到迄个清净心的目的。五苦将故经来讲，能服心者最为得力啊！我以心道，其结无数，今乃得福独播三界。释迦佛家己讲一个人呐，当降服家己的心，断烦恼呢，最为得力，迄才是真正最有力的。毋是像世间迄大力士讲举两百斤是最有力，会当控制家己的心是最有力。释迦佛讲，我含这个。烦恼心、恶毒心、道精呢，已经经过几啊百劫，所以讲三大阿僧祇劫吼，才成佛。所以今仔日吼，才得道成佛啦，独步三界，伫三界中吼，独尊啦，成佛吼，变三界导师啊。儒家大学就安尼讲：欲修其心啦，先静其心。讲一个人若要修这个身体正人君子无恶袂做，爱先静家己的心，心家己了正啊，唔通起歹心。佛判涅槃经安讲：佛理心静啊，依家无所不停随心，勤力精进，自地成佛。讲释迦佛含这个家己的烦恼心吼，伫遐度静思营吼，已经经过无数劫。不停就是袂当去，伊拢顺呢，袂当随你烦恼心去学白做，要含伊抗衡哈。所以勤力精进，精进修行，所以到尾也才成佛。便以中者之经来讲，人心如毒金呐，口以何之文，心念如口言，身受其罪殃。讲人的烦恼心、恶毒心，像迄个毒的根啊，毒根就会发毒效，毒根、毒枝哈。这个嘴吼，人讲哈，嘴就是惹在祸门。你有听讲祸从口出一支嘴吼，唔修偌好吼，做口业，结果引来人来掠刀啊害你。所以口就是祸的财源。去恶毒心去念呢，啊，随着嘴去做口业，啊，结果身体家己受迄个灾殃，啊，互人掠去关，互人掠倒啊杀。古德安讲：三点如星宝，冤家诉冤家，天魔将出去，做佛也由他。咱中国字咧写字深哈，安尼哈，三点
啊交一交。三点上迄三粒星安尼分开布置，啊一圆较长个像迄月月牙，就是迄月牌啦，啊，就是迄心啦。皮毛将出去，去出世做牛吼，牛发毛大角吼，出世做精神换是。由此去换心去恶念去造业，才变做众生。作佛也由他，要做菩萨、做圣人、做佛，换拢由他，就是由心。怎样通翻门文字成修心养性，才成佛的。就是讲，对着地界五鬼也是一念恶心所造成，会当成圣人、佛菩萨，也是一念觉性才成的。所以金刚经讲，咱爱应该爱降伏其心，降伏家己的自心，哈、啊，教乖乖。蔡金丹的文句安尼讲，欲之欲呢，就是像咧驾驶牛车买车啦，哈、啊。欲怀者先欲其气，气平则外怀不侵。讲想要幸福之意，就是换来幸福啦，哈、啊！像咧赛车赛哦，叫伊左转就左转，右转就右转，爱幸福迄只，迄只马啊乖乖，啊控制好好。讲想要幸福控制即个坏恶呢，爱先幸福即个心内的气，人讲盛气凌人，哈、啊！意气若平静呢，你会当控制家己的意气平静。虽然外表特别讲话啦、行动特别粗暴，袂烦就是乌白来哈，啊特别去惹代志，去侵害别人，就是因为意气太盛啦哈。大夫教讲真灰心啦，一念真灰心吼。就像无名火举起来，就去惹代志，烧骂、烧拍、惹倒啊、烧台，结果家己去互掠，去互关对地狱。所以先家己控制生气，安尼才袂去惹外口惹环保个代志，啊，袂含人安尼吼烧台、烧拍。中心经就安讲，心为法本啊。心存心素，心之念恶，即行即为啊，以避受苦。咱即个心吼，就是一切万法的根本，好与歹拢由心所生出来。所以心存心素，心是最尊贵，最就是主人啦。一切拢听心指挥，你骹手会去杀人放火啊，心指挥。你嘴诶，后壁去做口业，也是用心智慧去讲啊。心智念恶，一念起恶毒心，啊，即行即为，你着去做歹代志啊。所以以避受苦，做歹代志吼，往掠去关枪杀，对地狱去受苦。正法念处经来讲，如是心以使众生流转，行于三界海。讲可见咱这心吼，去好念去歹念，拢盖在一念之心。你若去凡夫听迄个烦恼心指示吼，等于着去做恶业，杀人放火、偷窃、抢劫、男女乱来，结果呢，就对着六道中三界中苦海去轮回受苦。去遐轮回就袂了，拢因为迄个心吼。起烦恼心、恶毒心，所以就是爱降服家己的心，自然就无遮苦通吃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倒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。到即卖已经翻译116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归原本。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来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有需要助印度寄吼。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批来加讨。
安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应景送物咧卖，啊，佮救济急难，佮收几啊高钱，佮用智能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寡男将女将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个遮吼，因为出版迄个电视讲演集稿本啊，各位老师也会使敲电话来分析。俺家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。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蒋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严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育婴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方寺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利乐无形有形众生共沾法益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我了解有真济菩萨常常在咧看生命电视台，但是各位会记得，咱生命电视台逐天咧放，就爱开真济钱，但是这是有价值的。但是啊，菩萨爱记得。爱定定扶持生命电视台，做生命电视台后台功德主，一年10000元，乃至一个月100元，拢无要紧，互生命电视台一直充实，而且一直有法度去弘扬佛法，咱嘛法度参加这个功德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咱大家拢随喜这个大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扶持后辈，1996。5232 1996 5232，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相识成，能获得永恒。
舍，一切皆因缘聚而暂有，有因缘生而消失，人生人灭，这是真理的现象。当我们悟透了这自然的法则，也就是大象解脱之时，当我们悟透了这生灭的法则，也就是大象解脱之时。大家阿弥陀佛，天气很好，凉快。我刚刚进来觉得地方很漂亮，特别上面有莲花，所以我刚刚进来我就想，如果我又能够做一个高中生，我一定要好好爱惜这个机会。因为以前我们读书就是为了玩啊，为了应付，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。当然父母会告诉我们说要做好事做好人，学校说你好好读书以后才有前途，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那高中我们就会教女朋友跳舞，这就是快乐。所以读书就是希望读前面几名，将来可以考上好的大学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没有透过正确的生命教育，他做什么东西都是自私的，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，为了自己的成就，希望做个伟人，